其实今晚食乜餸呢个节目几好啊，帮你諗埋今晚煮咩，唔使烦，如真肯肯定冇睇过，所以一个人喺超级市场四围行，望左望右，冇啱心水波。可能何超琼太忙啦，所以冇办法陪余真，余真唯有入去行个转，顺便解下闷啦。好彩有一样嘢咧，令到余真有反应嘅，呢、这个就系女性一物，正刮啦，敷面膜补湿啱晒啦。不过呢啲去做 facial 都得啦，唔使五秒，余真就放翻低，冇人走人。余真两手空空离开，冇收获，系 set 啲噶啦。